我面上消防人员扭着这个水条，一直向着搁咧青烟的这个动力机械车的车道来喷水。这台车透早八点外多好开来到台二十线新化高中的门卡口，突然间来这个清出着火。驾驶发现了，第一时间来呼消防队来救援，而边的新化公所员工来看到，过来人马上把这个灭火器拿出来拍火。他在冒烟呐、啊，开到一半他在冒烟，对，然后就赶快停旁边，然后灭火器一支不够，就赶快跟我们接。对，原因还不知道，因为是底下的，因为它线路很多，对，还不确定。对，新化公所的客官甲替代业人将公所所有灭火器咱起来做使用，喷了了了，好加在火势无变大。喷洒灭火器灭火的时候是主要是怕它会爆炸、啊、然后后来就是像大家看到那样，就是同事都冲出来，啊，只是刚才烟雾很大，然后整个路面几乎都看不到路，然后就有些同仁帮忙疏散交通，然后有些人就持续协助灭火。而对着将火势来控制，公所人员的讲，平常时啊，防灾演练有认真二多好来做着发挥。对啊，就是刚才同事也有说，就是刚好把平常防灾消防的那个实务经验刚好这次用上了，就是刚好有经过训练，也知道灭火器是该怎么用，然后所以大家应该都是尽力帮忙啊，就是。而这台车青烟发火的所在是伫后斗的发电机的部位，至于讲为何来窜火，驾驶讲嘛唔知影，而起火原因搁爱做着调查。南天新闻台影城新华采访报道。